一首歌的故事，叶启田，内山姑娘要出嫁。哦，喂，哥哥呀，小姐来喽！今日来耍小姑娘，无情早已就会叫，头壳热热一直起，无听后面我地叫。在我一半半去 KTV， 哦，这首歌尤其是年轻人嘛，真爱唱。不知要嫁去哪位，顶无来对我讲出到底啥原因。其实我是我十八岁时阵所唱，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时阵唱的歌曲，拢是以日本歌所翻唱的，包括是我嘛同款。在六零年代的时阵，内山姑娘要出嫁，迄阵是农业社会，非常淳朴保守的这个社会啊，唱这个歌，佮半小啊轻松啊，这有小寡剧情化，这是这首歌就是安尼啊，足流行的。希望最后见一面，拼到大开喘袂停，哪知情差半分钟，新娘已经上轿顶。咱的台语歌不好唱，一音一音，但是能直入那你的心坎里啊。这台山歌你们要出嫁，出来山啊，给别人嘿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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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深山来野花叫，歌吹八音人拢叫，来山兄哥哟对歌歌啦老，苹果鱼郎来啊，八岛。